还是谁？我不知道是谁。以后算数先算的好一点。哎呀，我操！我把这福星给卖了，我真是个傻逼。不行，不要，滚儿。吴亦凡让猴哥伤心了，你咋知道呢？确实是让我伤心了。算了，我上银马吧。银马好像比猴厉害点儿。我都能回血，能吗？能吗？给个天选。个巴子的，给的什么老破玩意儿了？就给这么个破玩意儿了，就想打发我啊？给我换一个，我不要这玩意儿了。啥了破玩意儿？给我换个能打工的也行，这玩意儿要是没用。让我想一想啊，这个安妮儿，如果我们不拿，我们可以攒10块钱；如果我们拿了，好像还挺厉害。拿了。看看我们能选点什么装备啊。龙爪优先吧，然后日炎，龙爪日炎加那个泰坦，这把龙爪日炎加泰坦。先拿日炎先拿龙爪呢，魔抗好像挺好拿的。跟我在那里晃晃啊，嗯，
呀，我上的不是露露吗？我怎么上的小驴人呢？啥玩意儿呢？没事儿，问题不大。我操你哥呀！这波给我输的，我简直了，我是简直了，真的。这给我输的，给我输的，我头皮发麻。关键我还升级了。哎呀，头痛啊，脑壳痛。我们上福星吃经济。有没有老母狙？卡特就不生了，卡特不厉害，换一个。这边打野给个女神泪吧，能用就行了。咱也就别要什么自行车了，好吧？那要是能再给一个的话，那就更好了。这个东西给的不好啊，没有什么用啊。这怎么还放大呢？大谁呢？九法起飞呀！那九法我拿谁变一个呢？我玩个九法，让人一个禁夫给爆没了，我就再也不想玩了，再也没有玩法师的念头了，就。给个努努啊，努努变法师，然后有三个森林，还有前排。关键现在有个小问题啊，那九法谁大哥呀？
没狐狸装备呀。都是大哥，那你不得有一个吗？对不对？海洋会将他们卷走。我要来把九法第八了，咋整啊？我先把卡特卖了吧，咱们看情况啊。底下这都是对儿。哎呦我操，剑魔。这个铲子可以要，我是真的不会玩，还想玩，想找个新手教学的主播，好难啊！你找对主播了，小伙子，我将成为你人生的导师啊！小伙子，你算是来对地方了啊！你算是来对地方了，我告诉你啊，新手教学是吧？可以啊。跟我说没有新手教学的主播，你找到了，你成功的找到了我。我操，这小法师！人家小法师的装备确实是行啊，俺们小法师的装备稍微还是有点糊巴了。羡慕不已呀！现在教你一套稳定吃分阵容，拼多多小法啊！这一把我们没有装备，开局首先你先去拿一个女神之泪啊！开局先拿女神之泪，这是必须得要的。后边有没有女神之泪无所谓。反正一个女神之泪必须得要，然后我们前期找到了一个打工的啊，打工的东西，看着没？三福星，我拿它来打工。赢了固然是好的，输了其实也无所谓。哎，先拿它打一手工，把装备呢就先给那些不用的人啊，比如说这个，这都直接就给了，这都行。这波我们两连败了啊，福星两连败，三连败了。我们需要把这波福星的奖励给他吃了，拿到一件装备。怎么办呢？生人口。现在我们七人口了啊，再生就是八人口，上你最强力的英雄，把这波奖励给他吃掉。那上你最强力的英雄，下边直接一波大地啊，直接一波大地。大棒，安妮儿直接撇了，上个金克斯。
顺便能刷天选之人，直接开地，地蛇女来，地分女来，金克斯撇了上安妮儿，来在地，露露拿掉上露露，刷新，再刷，灵魂锤石。不好用，不要，换了。这波的装备呢，先给个泰坦。灵魂连华最没用。小法师地道二应该就能吃得了了啊！海洋会将他们卷走。我必须得先把这轮奖励给他吃了，找到一个软柿子。看看谁是软柿子。这咋没大出来呢？我操！这奖励吃不到了吗？能不能吃到这个奖励？我就配一手三福星上去，奖励吃不着，硬吃。人马，大树吧，还是大树？蛇女下了，上个分女。这小法可卖可不卖吧，都行。我们要不卖，还能多攒一只；卖了的话，就少一只。这他妈也没有软柿子呀！我操，这是。这全是硬柿子，这柿子都没熟，不行了，兄弟们，这奖励吃不着了。这个五连败的奖励，我们再吃，再想吃要死了。倒数第一都这么狠的话，咱们就不能跟他们这么玩了啊！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呢？到底？这种东西，咱这是可遇不可求啊！这都是那种。狗托啊，能有的东西，这种四杠四直接三星小法师，这不像个人。这波拿大剑，我操，拿错了，我有大剑呐！啊，我为啥以为是大剑呢？我怎么记着我大棒啊？没事儿，不吃了，撇了，上个禁夫不就完了吗？多大点事儿呢？多大点事儿呢？真是，这都不叫事儿。这把可能吃不到烂分了，兄弟们。完了，人家一手三星小法给我毁天灭地了，啊啊！嘣！再打死俩吧，再打死俩就行了，我也不求你打的多。哎呀，可以，还就剩他一个小法师，我们可以接受啊。
小法师的话会加法强，天选。这大剑选的确实挺膈应。这把吴亦凡有点多呀，可能要第五了，分不一定能吃得到了呀。我们这二十来滴血有点太少了。下波直接一波大地啊，直接一波大地，大地一波。大地还是升级呢，关键我这大地我也没啥好要的呀，我这基本上都两星了，我现在差三星小法，但我估计递不出来。他再给我来一只，我大地还行。你妈了个巴子的，又给大剑。我小弟一下没有升级了，我升级上个努努。这波六森林凑合用，找个小黄毛吧。完了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怎么给露露套上了呢？我给的寒冰啊！哎，你妈的！真是操了！杀人刀，把倒数第一跟倒数第三还有倒数第四都给他耗死啊，给他们耗死。禁服可挺多呀，这小法师不要了，滚吧。哎，真鸡巴烦，我操了，真是这，哎呀，怎么给这露露上上去呢？我们那越想越难受啊。这一手被迫转型六森林啊，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啊，没有办法的办法。这爱色饮血剑还可以，来个水银呢，还能把露露给换了，挺好。好像换不了，没事，来个水银，给爱色上个水银。
把露露的正义之手给了。有没有露露啊？别给错了啊，往后放来。看看站位啊，别死！可以接受，兄弟们，第六名，这波第六名，说句实话，相当可以接受了。你妈的，第六名扣他妈这么多分儿！